三角形 ABC 当中 A 点的坐标为 00,B 点的坐标是 27,C 点的坐标是 7-1, 这是三个顶点的坐标，是求三角形 ABC 的重心坐标。好，重心坐标怎么求呢？我们把三个顶点的坐标 X 的部分相加，所以0加2加 7, 然后除以 3, Y 的部分也是一样，所以0加 7,加上负一，一样除以三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重心坐标三分之九，所以约分之后是三。这边七减一是六，六除以三呢是二，所以我们的重心坐标就是三二。所以这题我们要选 A。